喂，你好，喂，喂，你好，想问一下，今天网上说那个田亮受伤的事情，他是受伤了吗？拍节目的时候。我也是刚才才刚打通田亮的电话，他刚在飞机上。我们之前一直在录那个节目嘛，现在我们马上澄清，他人没事儿啊。一点伤都没有是吧？就是没事儿是吧？那个照片是拍摄的时候的照片是吗？对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在现场，我现在还在外地出差，反正我也被吓死了。然后现在先确认他的安全，然后我把听众了解清楚，然后我们会对外说的，好不好？好好，谢谢啊。